5年前，咱村李长福哪有现在有钱呀？这孙子，当时就是个穿衣服都快穿不起的草郎中。说的是有一天晚上，眼瞅着就要过年了，家里连二两棒子面都没有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再等等，说不定啊，这两天都有人来瞧病呢。越穷命越硬，哪有人有病？穷就是病，这半夜三更的，你还指望哪有人来看穷病啊？李大夫在家吗？李大夫在家吗？李大夫，李大夫。您是？啊，我是别的铺子的，我们家太太难产，你快过去看看吧。这位爷，一看您也是有身份的人，怎么不找个产婆子呀？咱铺子产婆都走了西口了，这十里八村的听说您有医术，您帮个忙，救个急吧。啊，要说这天底下就穷字最难写，尽管当天晚上刮大山风，但李长福实在没饭车呀，所以啊，就只能壮着胆子跟小胡子走了。想想也是，他都穷得裤兜子比脸盘子都干净了，还怕别人害他？长夫只给牛马接过伤，但是没想到误打误撞啊，这活干的也算漂亮。太好了，真是多谢李大夫了。可当时李长夫没闲心听扯犊子的话，只想快点拿钱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大太太，多赏点儿，别让人家挑咱们理儿。哎。大太太特意吩咐了，要多赏您点儿，我呀多给您抓几把。您的好了。不是，那咱们之前说的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这就送您回去。咱之前说的那李长福这哪是客气啊，他是没成想这么大户人家啊，居然这么抠门儿！说大话使小钱儿，还带这样使的？给这两把黄豆子儿，够干啥去？李长福心里机灵一下子，这哪是黄豆啊？这分明是兴安岭上党的荆轲了！就说奇怪不奇怪，兜里的黄豆都变成金子了。嗯，因为啥呀？还不明白吗？他是给老林子里的狐狸大仙接的生，人家抓了两把金子给了他。可拉倒吧，还狐狸大仙呢，你咋不说他给太上老君接的生呢？
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要不他家后来咋这么有钱？别跟着三锤六哨骗小孩了，有钱能咋的？这不还是做了病了吗？有病也是疫病。天儿都快亮了，高人还能来吗？哎，来了来了啊！谁来了？谁来了？谁来了？黑灯搁哪儿呢？是在。这也看不清啊！立住，报个班。顺水慢儿。二爷来了！二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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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把您给盼来了！点着，点着。李长福家咋样了？五天死了三口人，可炸了锅了。是啊，就昨天请了一帮跳大神的来，呜呜喧喧的，搞了一天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村子啊，都是画年画的，不是年节啊，没人来。可这三个月前呢，大村子外面啊，来了一群老客，李长福啊，就带着他们进了趟老林子。回来以后呢，发了财，盖了这三间大宝房。可是真想呢，这是啊，谁成想刚住进没两天，家里就开始闹邪病了。先是啊，他媳妇儿，人家怎么是能人呢？二爷爷，起来，孩子。刘二爷，李长福临死前两天就让咱求你下山，他没等到你啊。现在除了这个孩子，还有个侄子在往回赶，咱们都知道你是神人，你就发发慈悲，帮帮咱吧。我不是神人。那是啥呀？大马猴。大马猴？啥？咱兴安岭老林子里有一种吃狗尿苔的马猴，它的尿尿在柴火上，它
那烟雾能让人产生幻觉，是吗？二爷爷，狗尿苔是啥？是咱老林子里一种毒蘑菇。那呀，那玩意儿也能信呐？那都是那帮老娘们为了哄小孩睡觉瞎编的。是啊，没有平白无故的传说，老林子的东西自古就有。李长福给我治过伤，他这条命我没救上，我不能再让他的闺女把命搭上。二爷，二爷，都准备好了。开锣。太后叫声中华跟娘走，中华急忙听着。大马猴只有晚上才出来活动，所以咱们半夜摆这场大戏，告诉大伙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动，因为他那能让人产生幻觉的鸟味儿，只对活动的人才管用。进皇宫想，爹。这种大马猴平时躲在林子里不害人，不过一旦起了杀心，就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当年林子外有个叫五里河的地方招惹了他，没出半个月，一村子人都死光了。哎，对，你说这事闹的，我们怎么这么寸呢？怎么就招惹他了呢？你说呢？是啊，你确定没瞒我什么？二爷，我能瞒你什么呢？你就可怜可怜俺们吧。这接下来怎么整啊？该让大伙做的都做了。李太后心如刀绞，两眼泪滔滔。东西塞着呢，一会儿告诉下面，吹的拉的唱的再响点，他喜欢凑热闹。哎，都按二爷说的办。周老五去吧。你是村长，你不去谁去？嗯，看你为啥不请你的神将直接崩了他呀？嗯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枪。
什么呢？你们什么人性？我大爷刚死，你们大胆抄袭是啥意思？他侄子回来了，该是这时候回来了。你别管，你们给我下来，下来！我来，下来！那是咋样的？听我说。李大夫，这怎么不走了？这家里可还急着呢。先生，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李大夫，我能拿这事儿骗您吗？您放心，只要您救了我媳妇的命，我一定重重酬谢您，还不成吗？真是多谢李大夫了。真想不到真是荒山老林里还有一户人家，你们咋都不搬出去住呢？啊，不瞒您说，我们祖上曾给康熙爷当过差。哦，当年圣上秋闱，他老人家救过康熙爷，康熙爷便赏了这块地。我们世代守在这里，替康熙爷看守龙脉金脉。哦，祖训如此，不好违背啊。你是说，这地儿它是龙脉？嗯。哦，那我们之前说好的那……你稍等。来，多谢李大夫今夜相救，还请您替我们守住这个秘密。恕不远送，谢谢谢谢啊！来来来，吃饭啦！哎，张嘴！遇到我呀，也是你这个小东西。你确定兴安岭的金脉就在这附近？宽爷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还能忽悠您吗？等地气到了我的手，这地儿啊，随便你们来人。传说兴安岭的金脉就在流金河附近，你确定那儿的人
能听你的话。哎呦，您就放心吧，咱家爷们儿就是他媳妇的命，再怎么说也是过命的交情啊，他们敢不疼？对对对，都说了多少遍了，祖产不败。你可想好了，那可是5000县大洋，不要为了一个不知道地儿的金矿苦守一辈子，还不如套点现钱呢，你说对不？是啊，你要不卖的话，那爷可就不在这地儿办厂了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你就不能为我们想想？你让我跟村长怎么交代？多少钱也不卖。你不是一路人，莫要费口舌。不送。送了，他妈真得送你！大爹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地契你留着吧，赌上狗子。我要的是这个。谁去恨，为谁去悲伤。大爷死了，村里人都说现在能帮我的只有刘二爷。二爷，哥。二爷，跟着我干啥？我想弄明白。啥？我是我大爷带大的，他现在死了，怨不得别人。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您能告诉我吗？小子，我这儿没你要的答案。答案，兴许就在这猴子身上。就看你能不能遭这份罪了。以鬼眼看人，满地都是鬼；以佛眼看人，众生皆是佛。林子里的事儿，谁又能说得清？三婶，帮我照顾好我妹子。哎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哥，就这样，我跟张二爷走进了新安岭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我需要真相，更需要以另一种角度去记录这深山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神秘故事。
二爷。您这是干啥？猎人的规矩，带籽儿都不吃。可那咱吃啥呀？刚才我不放了一枪吗？放、哦！二爷，你这枪咋还带后摆劲儿的呢？我说二爷，这林子里除了我之外就是您自己，为啥还要守规矩？规矩不就是守给自己的吗？你小子还挺能扛，山里的罪不是谁都能逃的。那好歹我也是个战地记者。二爷，这什么肉这么香、啊、龙肉，算你小子今天有口福。龙肉，你吃的这叫飞龙，在过去啊，草民不能吃，只能供给皇上用膳。二爷，您之前是打黄维的，这老林自己的事儿啊，这要再跟我讲讲，我呀打算整理出来，我这让大伙都知道知道。嗯，那些有啥可说的，没得可说。你就说呀，哎，说呀。二爷，这大便的什么声音啊？赶山叫棍的暗号。有挖山的人上山了。那这是什么呀？小子，你不是想知道林子里的事儿吗？到跟前了。不像是胡子，二龟咬了。您辛苦，原来是打猎的，那谢谢了啊。就这么多了啊？哎呦，这呀！林老享福啊。列位，这趟挺火星啊。我觉着啊，他妈水了。靠了大腰那还能水？你看老哥，不瞒您说，昨个刚过千里口，眼瞅就要麻大山，见一神作，寻思进去猫一会儿，您猜怎么着？他妈机灵不包，遇上了一矮溜子。啊！嗨，一出吧。我在山里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也没见过你说的这东西啊！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老哥，您说我干嘛骗您呢？我刚才给您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我接着跟你说啊，那天晚上
雾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没招，只能投宿在庙里。可哪成想，半夜里居然出了这么个事儿。真的人参，拿我的肉，还有肉，来个饼啊，妹子，你是关内逃难来的吧？这为啥一个人来到这破庙里啊？我带着娃儿，又分不清东南西北，也不知道咋的，咋就到了这儿了？这儿不就你一个人吗？孩子呢？饿死了，我把他埋了，就埋在。埋在你屁股底下，埋了，我可怜的娃儿啊，你还没见着你爹，咋就死了？你是够苦的啊！哦，对了，关内什么地方人呢？这闹得什么饥荒，至于跑到东北来啊？此年不太平，洋人进了城，我就带着娃儿，大哥，好了，庚子年那可是光绪年间的。又遭了狼，要不是老哥您出手相助，我们四叔，他来了啊！来来来来，鲜的，来，喝碗汤，暖暖身子。吉人天相啊！哎呀，各位老大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听我一句劝，明天啊，朝东下山。我们爷俩就不打扰了。哎呀，老哥，你就再坐着歇一会儿，把汤喝了，咱哥俩再唠会儿，不是吗？哎，上岁数了，熬不得夜了。咱们后会有期啊！大侄子，走。那慢走啊，慢走。哦，双二爷，干嘛说走就走啊？多听他们唠会儿。你还真信他们的话？是挺邪乎的，听着瘆得慌。小子，你既然想了解猎人，就给我记住一句话：天下无鬼神，有的只是人。您是说他们说谎？不能吧，二爷，他说的挺像那么回事的，不像瞎掰啊。这第一，咱们没出来之前，他们满嘴说的都是胡子话。王贵，有哪路的？七儿，他们虽说闷棍在身，可腰里缠着都是刀鳖子，
腰里别刀，不留五宝地，这帮人可不是来挖神的，应该是来盗墓别宝的老客。刚才那番话是吓唬咱们的。为啥要吓唬咱们？咱们一老一少，非但没招惹他们，反而还帮了他们呢。他弄不清咱们的身份，怕咱们抢宝，那直接赶我们走不就行了？干嘛弄那么真真假假，还绕了个弯儿？这算啥呀？这就是江湖。这也是江湖？出事了。这怎么了？不是我。知道我为啥不让你喝这口汤了？这是狗尿太炖的汤，谁喝谁疯。他们这是窝里饭。别碰那个，别碰那个女的。什么女的？我没有，没有。疯娘们儿，王林达，找个地儿，咱们吃点东西，走。走，吃饭去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快点。这娘们儿确实疯了，刚才问她了，支支吾吾说了半天，她男人前几年跑了，不知道干啥去了。当时她怀了孩子，家里人也不同意，完孩子也没保住，后来就疯了，就搁这家待着了。赶紧吃，明天还得继续钻林子啊！记清楚啊，咱们可是来寻宝的，别他妈给我整出幺蛾子来！哎，师傅，那人面树，他能在这破地方吗？这个是只有咱们憋宝人才能看懂的暗语地图。如果上面没有标错的话，人面树就在这附近了。这票要是干成了，几年不开张，咱们不愁吃喝。人脸树，大人脸，有人来找你了。人脸树，大人脸，人脸树。你知道那人脸树在哪的吗？北边过河，大脸盘子树。大人、哎、玩还小，玩不吃饼，玩吃奶。好了，吃完了赶紧睡觉，明天起早。嗯，掌柜的，啊，咋了？怎么了？四叔，完事儿，干净点。明白。掌柜的，你他妈也想干呢？他死了。
脑都疼了，我他妈打了一枪还叭叭。妈的，还敢跟我嘚瑟？他不知道掌柜是谁吗？掌柜的是我四叔，他是吓着我。是吧，四叔？该，瞧你这点出息！我呸！我说掌柜的，这事靠谱吗？有啥不靠谱的啊？如果不是真的，人家戴老板能花那么大价钱请咱们来？哎，对呀、啊。这将来，天灵地宝都孕育在阴气十足的地方，这就叫灵标啊。五行之中，北属水，东属木。咱们那张地图上暗语标的清清楚楚的。这东北老林子里啊，那大金脉所运化的标记，便是一棵人面大树。啊，掌柜的，这人面树啥玩意儿？咱没见过、啊。臭小子，没见过的多着呢。啊，抓紧赶路，都机灵点啊！哎，老林子里野兽不少。四叔，四叔，怕什么野兽这那的？这不有我在吗？啊，有我在，我就咔，我咵，我。你说那滚药台，就大马猴吃的那个，能置换？老林子里稀奇古怪的事多着呢。那你为啥还要救他们啊？那条路上有怪物，要让那怪物吃人吃上瘾就完了。快点！啊！别管我！
下去了。二爷，这咋回事啊？他们这么开枪，肯定是遇上熊瞎子了。下面有比熊瞎子更厉害的东西。啥？你可能记下事儿的老鼠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四叔，四叔，大人，四叔！杀死那条蛇呀，他明明杀了人。他本不想杀人，是林子外的人死活不让他消停，他只能以命换命。那棵树到底是什么树啊？我也说不清，我只知道他能记下树下的每一件事儿。那是不是可以叫他相思树啊？白纸，黄连，半夏。雷丸，四面，过来，查出来了吗？《本草纲目有以顿斋闲览内云：中年得一疾，每发语，腹中有小声应之，久见声大。有道士见之曰：此应声虫也。哎呀，说人话吧。正如上一位大夫所讲，祸害老会长的是一种叫应声虫的怪虫。这种虫子吸附于人的喉管间，会学人说话，吸人精血。如果不及时治疗，恐怕两个月就……为啥老会长会招这种虫子呢？
古书上讲，应声虫卵寄生于活物。老会长鸡是否吃过没有烹饪的食物？我上哪知道去啊？你直接说怎么治啊？是取大兴安岭林中人面树上的果子为药引。哎呀，上面一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，看来是真的啊，千真万确。老会长，老会长，让他拿着半只吊鞭，亲自去兴安岭找那果子。前阵子派出去找人面树的人回来了，咽气前说树就在林子里面，但没说清楚具体位置，说还遇到了一老一少的猎人。我这就去安排。找到之前，有什么药能维持？其病需其药，四面治本，诛邪半绝明。行了，别咽了。猪血半绝命，真是浪费药材。去！谢谢老板，老夫这就回戏班了。扳指已经到手了，会长。一个，二爷，你是我跟了您这么久，算是个猎人了吧？汤熬得不错。我大爷教我的，在我印象里啊，他就是个爱钱的小老头。我还是想不明白，怎么会演变成这样。还能为了啥？就说前两天那伙别宝的人，本来天灵地宝取之有道，可他们偏偏伤人性命，最后落得死无全尸。多少年了，一波又一波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字闹的，贪。这是不是就是平衡的法则？一旦有人破坏这份平衡，自然就要遭到惩罚。二爷，我说的对吗？我听不懂你说的啥法则。我就知道老林子里有老林子的规矩，坏了他遭报应。报应？那那个女人呢？她做错了什么？走。这位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先把他弄到你家去。治愈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他就是风姑娘没等来的人啊！走。说说看，这是怎么冒雨？听说这刘二爷又回来了，这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呀，谁知道呢？还背回来个要饭呢。不知道别瞎说。啥要饭呢？那是春生，春生回来了。春生？你可别胡闹的。春生不是早就让山里的狐狸精给整死了？是，这不多少人啊！就是。这小子五六岁的时候吧，
就跟他爹逃荒到这里，他爹不就是饿死在村口吗？他小时候我有印象，是吃村里白家饭长大的。那是几年前来着，他经常往林子里跑，这隔三差五还能换件新衣裳，问他他也不说。后来没过多久，逢人就说自己要出去发大财，结果再也没回来。这不，村里人谣传说这是被林子里的狐狸大仙给迷住，吸死了。传说。胡说。二爷，五叔，醒了。陈婶儿，谢谢你，五叔。啥也别说了，陈婶儿，你这几年都到哪去了？怎么挠和成这样了？我当年喜欢上了一个山里的姑娘，她爹妈嫌我穷，我就想出山挣点钱。下山两个月，我也不知道该去哪，幸好遇到一个同样逃荒的兄弟，兄弟姓戴，关外来的。俺俩是赶路的。他爹当年闯关中出来，这两年混得很好，没输给俺俩一起，所以让他从关里过来。厨房有地儿，踏实生活，不怕打地铺啊！你们就进来吧。哎哎哎！谢大娘，谢大娘，谢大娘，谢谢。来，喝点汤。哎。你也快吃点，喝不下，两天没喝氧了，我也睡会儿。大娘，村子里为什么都没有人呢？都逃难去了，就剩我一个，再来一碗不？哎，谢谢大娘，大娘。你也吃点儿。我这上岁数了，啥时候饿了，啥时候再吃吧。啊。大娘，你吃什么呢？夜里饿了，垫吧点萝卜。好。大妈，小戴他。买点萝卜。那老太太是个疯子。他把小戴给吃了，拼了命的跑出来捡了一条命，没想到又遇到军阀抓壮丁，我挖了好几年的战壕，前些日子才跑出来，一路要饭才回到这。二爷在吗？二爷，二爷，咱现在二爷是不是在这儿？二爷，二爷，二爷不好了！二爷，出啥事了？慢慢说。我是二道白河的，我们那边不知道谁在山上放了把火，惊动了四五头熊瞎子，把咱村霍霍完了。是啥时候的事？就前两天。二爷，你救救我们！二爷，四五头熊瞎子，我照顾不了你，你在家待着。二爷，就这么着了。走。二爷，二爷，哎，二爷。小戴，跟我这么长时间了，不管遇到啥事儿，
自个儿拿主意。二爷，我们赶紧赶路吧。杨大人，那老瘪犊子被咱支走了。按照计划出发吧。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他一直在等你。一直在等我，他一直在等我。那你能带我再去看看他吗？歇会儿就赶路吧，村里的村民都等着咱们呢。不吉利啊！抄近道，天亮之前咱们就能到。不走了。啊？我虽说上了岁数，东南西北我还分得清。嘿嘿嘿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藏着掖着没啥意思。藏在草窠里的傻狍子我都知道，何况你这几个小畜生。既然发现了，我们也好办。你们是哪条道的？到底想干啥？哪条道的你不必知道。老家伙，没想到吧，自己打了一辈子猎，最后却死在咱们的陷阱里。是吗？两条路，走哪边啊？啊，说哪边没说？我跟你说我说的事儿。啊，早看你不对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连夜让我带你出来，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。你根本不是春生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应该和那些憋宝人一样，目的都是为了那棵人面树。你既然早就知道了，还要跟着来，你是不想连累村里的人是吧？蠢货，这么早出来干什么呀？人家炸你一下你就……再过来跟我干这事了。现在又能确定一件事情，你就是带头的。看不出来呀，小子。你有两下子，好歹跟二爷那么强。幸亏啊，我们也有一个神枪手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春生啊，只不过我现在得叫戴永林。啥？你说你爹是戴老板？你见过他？没见过。我听说了，他是我们村最大的主顾，就是这片最有钱的人。那你怎么没跟他一起出关？啊，听奶奶说，我很小的时候当地闹兵荒，那会儿我们就跟爹爹失散了。我和奶奶相依为命，一直到现在。还是从关外回来的邻居跟我们说起这事儿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会儿我们也联系不上他，我和奶奶当时就先逃命过来了。啊，
那你看这个是我满月的时候爹爹让俺娘给俺绣的，他虽然不认识长大后的俺，但他一定认得奶奶和这个，对吧奶奶？他自己的儿子他当然认得了。大孙子，以后啊你就不用跟着奶奶受苦了，好日子来了。对，好日子来了。我很小的时候当地闹兵荒，那会儿我们就跟爹爹失散了。你说你爹是大王啊？他虽然不认识长大后的，但他一定认得奶奶和这个。好日子来了。假的终归是假的，你就不怕事情败露？哈哈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你以为这几年我伺候那老家伙都是白给的？他的人啊，现在都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是不是啊，我的朋友？我们国家的商会就认从咱家的招牌，不认掌柜是谁。哎呀，哎，不过有一点你是说对了，那老家伙这两年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哼，顶着个少东家的名讳屁权都没有。所以你就私自带人寻找金脉？看来你全知道了。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害死多少无辜的人？无辜？雪崩的时候啊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我中文真是越来越好了，我居然听得懂这句嘲讽话。哎呀，哎，老朋友，前面就是人面树了，等咱们挖到这个金矿，我出钱你出力，咱们扩大商会好不好啊？乐意之极，我的会长。现在只有钱吗？那那个女人呢？他等了你那么久，他又算什么？他算什么？要不是他爹把我赶出来，哪会有今天？当初他跟我讲他家祖上的事儿，我听了以后就跟他爹说，把宝藏挖出来。我只是想让他爹想想清楚，这个老东西疯了似的打我。可他不知道啊，我已经把他女儿的肚子搞大了，这就是报应。就跟今天一样，他绝想不到我今天会来挖他的宝藏，这也是报应。原来这世上真有连畜生都不如的人。少废话，赶紧带路。二爷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二爷，我跟你讲啊，那个老东西他早就……就放了你们！别听他的，开枪！闭嘴！
告诉你，我再出三个数，再不出来我就弄死他。一、二、三，开枪！傻小子，树终归是树，哪有人重要啊？二爷！哎，老人家，我听说你是个神枪手，这样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们来比一下。别他妈跟他废话了，杀了他！想比吗？来呀！
底是什么？重情重义，老伙计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别再缠着我了。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谁能救我？啊！早知道答案了，是不是？不是我早知道了，是这片老林子早知道了。我终于明白了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这片老林子也确实该到答案，只是可惜那猴。心安岭深处的人面树，其实只是一棵长了瘤子的普通大树，也许是和树周围的地磁场有关，也许是和树周围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浓雾有关，给接近它的人造成了一种真实的幻觉，才有了传说中的灵标。小家伙饿坏了吧？来来来，吃饭啦。遇到我呀，也是你这个小东西并不感觉。来，张嘴。你说他跟我们儿子是不是有缘分的啊？要是咱家大丫头在就好了。